双人成型，这把打完呢？这把打完打一关，行不行？看有没有骸骨啊？没有，没有，那他就是弟弟。没有骸骨，那他就是弟弟。躲个翼就完事儿，你就别吃了。经验你也别吃啊，你就别吃。他一还推线儿，别吃，经验别吃，别吃经验。老孙正等着呢，一个经验不让他吃啊！后排这两个兵也不让他吃，他升了吧？他还没升呢，他补这么多兵，他都没我们升的快，你看着没有？没事，扛着，后排兵别吃，别吃经验。什么大爷？螳螂，2分38，2分38，我估计不一定快到啊。这家伙闪手，黑得到吗？我的小老弟呀、啊！这得回家。来了啤酒人，他没有技能，他没闪。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这波等我升啊！他要越塔的话，俺俩就杀他来。你可以追，我就不追了啊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我怎么攻击力这么高啊？压了。他把我打掉血了，不是因为这个狗熊套点盐了吗？他不先下手为强了吗？他又没打死，他不亏吗？下波我有点盐，他怎么办呢？我已经把他的回合规避掉了，下面是我们的回合。有妖气，下波你也打不过，我要打过了，你给我办张卡，行不行？办了，确实是打不过。嗨，我操，有点狠呐、啊，这个克鲁伊。回家，下边来打，下边来打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饶他一命。下波我要是打过了，你给我办张卡，哼，怎么样？行不行？下波你说打不打得过？行啊，行，我希望我的可以看到你的办卡。中国有句老话，
been slain. 100%。谢谢不可思议的赛博朋克。俺老孙正等着呢。人呢？另叫上俺老孙的笨驰马。站太厚了，他要搁这草丛里边他就死了。差了一丢丢，我刚才就在想到底上不上，你知道吧？想半天。谢谢用户16896188，但是我打过了，你得给我办个卡。虽然我死了，但是上一波我打过了。谢谢 JJY 布。谢谢乔恩180。螳螂，哎呀，双 buff， 但我没有大呀，估计他回血，我应该打不死。嗯，不行，打不死。嗯，此地物以久留。哎呀，太可怕了，好难打啊！确实是有点难打。我就正常平 A 我都打不过呢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确实是有点难打。上一波我们躲了他一个 E， 躲了他一个 R， 躲了他一个点炎，完事他剩一丝儿血，我们也剩一丝儿血，剩的能多一点啊，血剩的稍微是多了一点。你先上吧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你有没有技能？没事没事，封着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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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笨逼！吸血鬼来了！
个征服者狗熊确实有点难打。你怎么害死你啊？你怎么还追呀？就这么个笨逼狗熊，我都难打成这样。我说实话，啤酒人赏你一个塔皮，啤酒人，啤酒人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啤酒人，给你塔皮啊、哦。不用跟他再打了，我们出三项了。我还真没怎么打过狗熊，经过这一波的战斗，我发现这狗熊确实有点难打。他跟你平 A 你都打不过他，他跟你 A 你都 A 不过他，他是征服者加上被动。那个 QE 如果他不交，我们是必吃的。谢谢蓝力汉的假粉丝儿。十秒，我感觉应该能跟他打一下子。哎呀，不能去了，螳螂可能要来了。这边螳螂，哎，这边螳螂没来，我试试吧，我都三项了，我跟他打一波试试。这是有三项了，攻击力比他高了，我才能打得过。但他奶妈给他放了个大。我个人感觉这个螳螂啊可能是要来了，我们推完走。我抠。这咋伤害这么高呢？狼了一下啊，狼了一下，他居然有德克萨斯木印，这我没想到。我寻思孤立无援也没了 ，W 也没了 ，E 也没了，我先干一波吧，他也没有大，失败了，失败了，失败了。他有德克萨斯木印，这个我没想到。进化 Q 品尝恐惧是没有用的，他又不加伤害。肯定是有铁磁，不好杀。下边来人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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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都是嗨冲。
好了，区区有点高啊。这奶妈可是挺白的。奶妈一个奶就奶妈。啤酒人不是上当了，我们缺少一手重伤，我们得要个重伤。可以先杀那 AD， 只不过那 AD 不是盾攻了吗？而且给奶回来了，正常杀完走。我这把确实不是很好打，我们家没啥 AP 伤害，那啤酒人装备不好。那螳螂11级，啤酒人8级，这个沙漠玫瑰如果我这波能杀，啊，还是不错的。OK， 600块。峡谷，有妖气，好累呀！我要的装备有点多呀，我现在需要一个黑切，一个蟹手，一个炼金朋克巨链，我得要3件装备，我感觉我们家才能打得过对面，差的有点多呀，差了能有5-6千块钱，我觉得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晋升不少。先杀奶妈，丢他的奶。好，沙漠玫瑰。这螳螂别掏我，螳螂掏了我一下，我操！还行啊，啤酒人都没来，还飘着啤酒人。啤酒人也打不过这狗熊。这狗熊是个傻子，本来他直接 A 那酒桶就打不过了，一个傻子都能杀7个呀，不容易，真难呐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狗熊吃鸡儿了，这波也算是我们家打赢了吧，还行。7个里边我送了3个，你拉倒吧，我一共跟他打我就死了1把，我什么时候死了3把了，我死过吗？吸血鬼可以杀，哪有2把呀？什么时候我让他单吃我2把？我记着他就杀了我1把，就我越塔那波，那也没有的事儿啊。
我需要血手朋克巨链。先把螳螂给我杀了。来嘛，来嘛！操，来嘛，跑这么快，来嘛！哎呀，可以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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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打！你打呀！你看啥呢？晃晃悠悠的。就你那打动你还不打，头他妈响，精神病是吧？这维恩发育挺好的，啊，还不错。你说你补个炮车都补不明白，你要补不明白你就别补，你不会补就别补。鹰才是重中之重。俺一个跟头，然后俺十分八千里。这奶妈要出蓝盾呢。把他眼儿给他拍了，这团战没有维恩打不过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维恩，狗熊可以杀，往上走来，往上走，往上走来，狗熊跑了，跑了就算了。中推少个蓝枪，塞纳羊刀没出来，等塞纳羊刀出来能好办一点。别越，别越啊，千万别越塔，越塔了我们打不过。他们家没有开团的人，撤，往后撤，往后拉。往后撤一手，好脆呀！哎，他别入我，你给我点呢！你比他手长那么多，你不别入他，你让他别入我，这给我别入的。哎，这狗熊怎么就打我呀？哎呦，我七百！这不能一波了呗？再试试。把奶揪了，没揪掉，哎，揪漂亮。